大家好，我是长居迪拜的华人艺术家刘青忠。从2020年的7月到今年的现在，1年多的时间，卖出去了将近200万。非常感谢 Art， 也非常感谢各位藏家，我在迪拜为你们背书，同时也会努力为你们开拓国际市场。无论是介绍艺术家入驻，还是介绍迪拜的藏家入驻，我从10年毕业一直到现在，几乎是跟着中国的艺术电商成长起来的，它的起落变化都有参与。从多年前的几百家艺术电商，到现在仅剩的硕果就是 Art Art， 衷心的希望它会越来越好，因为它做到了我当年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Art 不但拯救了无数的底层艺术家，同时也让新进的藏家开始认识到和艺术家的交流是你收藏的必不可少的一段经历。新签的收藏证书这个春节左右会邮寄到各位藏家手中。祝这个平台，也祝你我和世界越来越好。